好的，然后接下来哼鸣啊，哼鸣的练习。好，哼鸣之前呢，我们先来几个就是擤鼻涕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哼哼哼，对，就是很近的往那个鼻子里面把这个气给它灌出来啊，哼哼，对，然后保持着这种擤鼻涕的感觉，然后把我们的声音轻轻的把它呼出来啊，从鼻子的鼻咽腔的这个管道里面啊，但是不是鼻音啊，不要有鼻音，对，从鼻音鼻咽腔，我们的声音要打开啊，后面要有支撑啊，整个的声音要立起来去做哼鸣啊，而不是光单纯的是把声音灌在鼻子里面，然后里面也不打开啊，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啊，一定要后面要软腭要保持这个立起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面部啊，这个面罩感比较强，练这个哼鸣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从眉心然后散发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面罩这一片啊，都会有一些明显的震动震感啊，但是一定不要去挤喉咙啊，这个喉咙是放松的。面罩感，我的这个整个状态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同学在唱歌的时候啊，把眉毛要提起来啊，眉毛不提起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面罩这个紧绷度是不够的啊，是体会不到这个整个这个后咽壁的这个立起来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尽量往上去提眉啊，就大家没事可以练啊，怎么样去提眉啊，没事去练，就是把这眉毛提起来，自己下去就是不唱歌的时候啊，不唱歌的时候可以光只练一个提眉的这个动作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面部表情是这样往下耷拉的啊，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要给他一个比较惊喜的状态，哎，对，这惊喜，对，就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面部要往上去提拉，哎，要有一个提拉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你不能说是我们唱歌
就是完全面部你不去管它，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首先要从这个面部的这个表情就要着手下功夫。唱歌啊，它不是说光是把这个声音唱了就完了，它真的是配合着一系列的动作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气息，包括共鸣腔体，包括打开，哎，然后如果带的歌里面包括咬字吐字，对吧？哎，那我们这个打开就伴随着要把我们的整个的声音跟面部的这个肌肉啊要向上去抬才行啊。我就说，就是老师，我这个不会抬面部，那您就感觉这个眉毛向上拉一下啊，就是把这个眉毛向上提，总会吧啊，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啊，把眉毛向上提。哎，对，没事，就这样去练。对，就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很惊讶，哎，看到什么事儿让你特别惊讶的一个表情，把这个表情做出来啊。哎，对，你看啊，就这样傻傻的，唱歌你说这如果说就耷拉着脸这样，这是唱不好的啊，就我深有体会，出来的声音就是根本就是没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积极主动性的啊，出来的声音就是我的心爱在高山，就是这样，听起来特别不好听，说实在话啊，连瞪起来就不一样。我的心爱在高山，不瞪，然后面无表情，我的心爱，而且也不好看嘛，对不对？这唱歌，如果是这个面无表情，真的是不好看，非常不好看啊！就是一定要有这，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是要带入到平时练声当中，就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啊！我们不能说，哎，我老师，我到唱歌的时候我才加表情，我这个练声我是没表情的，哎，这个不可以。啊，就是在练声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才可以形成一个习惯，唱歌也好啊，或者是就只要一上台也好，或者是只要一稍微一哼出来一个歌曲，只要有一个调啊，有一个旋律，哪怕一小段旋律，我们马上就可以调动整个声音状态的这种积极的状态，积极性，对，而不是说是还要找半天啊，所以说这个面部的表情啊，对我们唱歌的这个声音的打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同学们了解一下。好，你看像这个哼也是啊，你看我只要我一唱，我的马上这个就跟我平时说话的状态是不一样啊，你看。一个是调动不起来任何的这个积极性哈，然后同学们也不爱看，因为这老师垮一张脸在那干嘛，对不对？哎，就是有唱歌的时候，尤其是要把这个，不是说笑啊，他笑我们是嘴巴要哎要往上去提，其实他不是嘴巴要往上提，他是整个的面部的这个肌肉要往上整个要提啊，但不是说是笑。其实唱歌尤其唱美声笑的并不夸张啊，不像民族是嘴角要往旁边咧嘛，哎，它是这样一个。但是唱美声的话，我们经常看到唱美声的人就上台他笑的不灿烂，其实啊笑的并不灿烂，就是唱的都是这样的，对吧？唱美声都是这样子竖着张嘴，所以他没办法啊，就笑的很灿烂。但是呢，我们看到唱美声的人，就是感觉都是一直保持这种很惊讶的这个状态啊。滚动门啊，
哎，这是典型的一段美声的这个歌剧啊！我就唱的这个《漫步街头》啊，唱《漫步街头》一部歌剧里面的一个咏叹调啊，用他的这个整个上嘴巴就是这样上下张啊，我。这不是肯定不能这样去唱的，所以说不一样啊，就是意大利歌曲，它就是用美声唱，不能用民族的方式去唱意大利的歌，就变味儿了啊，不对。但是这个惊讶惊喜的状态要始终保持出来啊。好，接着下一个练习。咪呀咪啊，咪和呀。咪呀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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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松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唱歌的这个咬字状态啊，尤其唱美声，包括我们今天学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给同学们教的也是廖畅勇版本的这个发声啊，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巴雅尔那个发声，他那个是唱通俗，对吧？哎，我们的这个发声是要往这个美声方面去靠，哎，就是这个廖畅勇的那种版本上去靠，所以说他整个的声音是竖起来的。啊，我的心爱在天边啊，也是这样竖着去张嘴，但是下巴这个要放松啊，咬字的时候是上下张嘴，上下去张啊。哎，不要把自己给僵在那儿啊！一唱这高音就紧张的不得了，到处都是紧张的啊！就在这儿扯啊，对，可以适当的晃一下脖子。咪呀咪，对，这都是一些方法。哎，我们唱的时候给自己这个放松的这个暗示啊，你可以稍微的去晃一晃，但是不能晃太多。哎，我就记得那个以前看那个姚红唱歌，对吧？哎，姚红唱歌就是有好几个这个美声唱法的这个女高音唱歌的时候，她唱的，哎，就是能，是浑身都在晃啊。其实她就是在寻找一个那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对，那我们唱歌呢，不需要那么夸张啊。哦，对，但是可以适当的轻轻的有一些这个动作啊，比如说你看我唱咪呀的时候，咪呀咪，哎，就给他有个稍微晃晃脖子呀，晃晃这个肩啊，但是我们唱吸气的时候注意肩不要往上提啊，就整个的人是往下沉的，哎，包括气息也是在底下的啊，不要给他往上去找啊。好，再来。咪强调一下，我们唱咪的时候不要咪，不要把这个牙关给咬紧了啊！始终保持一个手指的距离，唱咪的时候，咪咪啊，这牙关是打开的，去唱咪啊，不要咪，不要锁死啊！好，然后继续啊，咪。
学现在先不管那个气息怎么样啊，因为气息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气息的这个强壮啊，气息的这个强大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说是我们通过几节课啊啊，或者就是几下练声就可能把气息找得很好，就一下气息就特别扎实，特别见底儿啊。气息是个基本功的东西，它需要长期的磨练。但是呢，我们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声音的位置要挂在那儿啊。我们先刨开气息，就是我其实老师在听同学们在演唱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对我们同学气息要求不是特别高。啊，因为没几个人可以做到气息可以像齐老师这样这么扎实啊，就完全可以做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下方这个三尺的这个丹田去发力，丹田的这个支点啊，其实要听的话没有几个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听的是什么？我听的是同学们整个声音的状态，发声的位置有没有到那儿，这个很重要啊。气息的东西，这都是确实不能强求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就是先要把基本的那个发声位置先坐在那儿，哎，比如说这个高位置的点呢，对不对？因为气息沉不下来，掉气息沉不下，但是我们的声音位置是到了。咪，你看我只要听到如果是这种声音，我觉得都是 OK 的。哎，咪，那这个声音沉不沉？不沉啊，它气息没拉好，但是呢，它整个的声音位置是对的。哎，靠后的，然后牙关是打开的啊，然后高位置你去听它都有啊，这样其实就蛮好的啊。对，然后它就逐渐逐渐练习把气息沉下来就好了嘛，对不对？它就是对一个过程啊。有些他就喜欢听美声唱法，美声唱法真的感觉就是很洋气啊。对，他不像不区别于我们的这个原生态啊，原生态那个声音一出来，心仙仙的那个蓝仙仙，对，就听起来就很接地气哈、啊，是不是？哎，对，就是那种，他就不像美声唱法那么洋气，哎，一来就说哦。对，它适合在那个大的那个剧院里面，哎，去做这个演唱，对吧？哎，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学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美声唱法这种发声的这个感觉啊。好，来吧，我们今天练声就。